我是支持要发俾亞視台無線，係我就嚟香港嚟咗50多年，但係我睇節目，我就係不嬲都係睇亞視，唔係即係我私人嘅意見，就唔分光頭嘅。亞洲電視點解我對佢咁敬重呢？亞洲電視大家都知道，佢就係、是、亞洲電視係一個大家庭嚟嘅。老細知道幕前幕後職工都係一心一意搞好香港。Bye.